今天，连接贵阳国际陆港和广州港的月前首发班列双向开行，月前大通道正式打通，两地协作再上新台阶。伴随着鸣笛声，一列满载着贵州轮胎的列车从贵阳国际陆港出发，向广州港南沙港区驶去。贵州货物将通过广东的港口出海，进而销往全球。与此同时，装载着广东现代化工业产品的列车从广州港驶向贵阳国际陆港，广东产品将搭乘贵州图定中欧班列，最终运往俄罗斯。这是从贵阳国际陆港发出的首列前越班列，也是首次实现贵阳国际陆港、广州港前越班列的双向开行。班列的成功运行，标志着贵阳国际陆港正式开港运行，前越大通道正式打通。此次我们这个首发班列装载了35个40英尺集装箱，如果是用公路来运输的话呢，它就需要35台公路的货物列车同时发运，我们就一列铁路可以把它全部完成了，可以大大的节约运力，同时呢提高这个安全性。本次列车预计2天左右到达目的地，其中一车轮胎通过海铁联运的模式到达最终目的地美国旧金山。国发二号文件提出，支持广州港在贵州设立无水港，这也意味着货物在贵州家门口就可以报关出海，节约了抵港后再报关等流程及费用，大大提升了物流联运的效率。待常态化对开海铁联运班列后，贵州到广州将只需要48个小时。目前，贵阳国际陆港已实现了除装船作业外的沿海港口基本功能。贵州是广州港的传统货源腹地，贵州70%的外贸货物呢都是通过广东省的口岸进出。近年来，产业转移贵州的趋势较为明显，外贸进出口需求呢旺盛，对广州港来讲呢也是一个港口功能延伸的一个利好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。未来呢还要建设二期工程，有针对性的为企业制定门道港、门道门等快捷低成本的全程物流解决方案，更好地服务前货出山、外货入前。